这就是你们支持万剑阁的下场。所谓的改革举措，极大影响了前武皇朝的安宁，更影响了君王的权利。你们如果不想变成灵兽的腹中美食，就绝不能支持万剑阁。你若杀了我，就不怕惹来君王大怒吗？再者，我城主府佣兵30000，岂是你能说杀就杀？平定祸乱后，立即前行，随我一同杀入前武皇城。